DL739 袖子比衣长还要长，它就是刻意做一个短版的一个衬衫夹克，实际的袖长跟衣长差距，这个应该有8到10公分左右，然后肩线大概离我这个肩膀应该也是5公分左右，胸围大概离我身体8到10公分左右。它有肩线有胸围，可是衣长是短的。面料部分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法兰格纹，有点偏绒面的感觉，花色部分法兰格的部分，那袖口开扣眼，大概长度盖住我的手掌。P483，好，简单来说，它有一个小立领，好，那它的弹性的部分是这样。这一款它的衣长也不长，我在穿它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全扎或半扎。好，那它的肩线其实是有点掉的，袖子是五分袖到我手中，那可以用的风格上偏主要是 JG279，就跟上一套是一样的，好，只是说这是它的黑色。它是偏有点像城市感西装裤的那种面料的感觉，它就是一个磨毛工作布，然后有刷胶。我一百七十公分65公斤穿 XL 号，裤子的部分是坐在侧边，所以你从正面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边有多一个弧度，后面整个都是松紧带，那旁边也有开裤了，实际穿起来有一点那种跨号的感觉。